五十年前六十年代末时阵，利用永康社区是啊足落后的啦。迄阵阵咧无少建设老啊厝啦，也是拢等于是三合院啦、民房啦，拢正式的啦，做实的啦吼。啊，干吗店啊也无啥物，啊有是迄落工厂啦，也是拢咧大地主的细家囝仔尔啊，家家啊啦。所看到的一片就是拢草原，就是做实的。我较早做囝仔时，则是拢空地啊，拢一寡旱作物啦，啊无就迄落番麦，种番麦。安尼，条件还差不多啦，拢好，拢嫁出我下迄落了。因为迄当阵，当时阮去太祖庙做节，阮迄当共享工，啊，一定家长迄当阵是别人来教，含李家这是算三兄弟。结果伊是要去看阮教的脚，因教的脚步是生做安怎？结果就要立庙，开始要立庙尔，我大发发现我袂摕。伊我无法当摕，了比家较落摕，当场落摕，摕有即有一半下无摕袂，你倒来才甲摕，伊就倒来，而且直接指派讲叫让阮一点废料换七换迄落叫比家来搞，啊了来事后，阮只咧三当拢会有一边叫，我遐三当是留咧少，但是三当生做倒来是换油暗叫。所以才来开始来教阮家长了，我结束出去外口咧，迄落就拢平安无代志，就拢无事安尼讲发袂退啊，规个带人都拢倒来。伊落伊家长教了，阮伊都上讲了，都安尼，阮遮咧办事，伊咧有哪会落来坐轿？伊坐轿咧用轿卡写字。阮时阵阮四间哦，过教家长，爱知影阮就咧扛大架，哦，啊，迄阵利用庙就是袂使平静，啊，老大来邀请阮就大架。可以甲因顺长头啊！菜长就是等于私人起的半修行的寺院啦。这个寺院叫放火的时阵，这个是我上尾家我有对着，我当阵就开过过一月时阵就对着。王爷交代讲，按你个迄个菜长也开始就无啥病情啊，季节拢离啊，因为较早就是菜长，也较早有那足清气的物件，就是了凝固。菜场拢无人管理，就拢废水啊！遐拢还阁旱作物呢。结果这顶大架走到遐含一区，一条旱厝都无样死较惨着。安尼，阿米内底有那母菌阿蛇。迄个密树啊是东倒西歪啦。这顶大架要行都无执行，我都执行，拢爱扛起来，登架。哦，迄树啊东倒西歪，拢大丛的，迄树啊啥物树木咱唔知啦。啊，暗时啊，古早暗时啊，无像咱即摆最近顶暗遐光啦，啊，无像咱即摆锁电筒啊那济啦，独独拢一种叫做锁皮的，迄落目底里的锁电筒，啊，举几支安尼照头前，啊照安尼规个看规个一片暗蒙沙，摸无看物件，安尼行，安尼行入边安尼去顶大卡面入边到伊本身的时。按外口面行咧，到本身身上，我要五分钟。为着安尼手啊，闪来闪去，创啊安尼，即顶大甲好啊，装起入味了。第一个就是去学菜鸡起来，重点就是王爷啦，王爷尊龙啦，清居祖师啦，保生大帝啦，搁一个开机的李主公，阮所讲李平的是王爷。重点菜五个鸡啦，阮家迄落。家长诶，黄大仙也是去，啊，加迄落中大，啊，加阮遮一个三王机，拢五起，你台上起来七八个啦，米家也起来困难个。有人发现那边后背树啊，啊后背位厝顶地安尼地安尼啊。李永彪用四轮机啊，对上王个行，李永彪踩着黄将军和中大个。一个小小个代志，一件小小个事，迄种菜场内底。暗七个鸡蛋。我迄阵咧病的时阵哦，哇！迄阵阮遮少年偌济，当机几下，吼吼！迄阵咧病，我要病到咧白骨呢，迄像僵尸咧，规身拢骨头呢，啊病，咪啥物病，车病呢？我大家嘛是咪哩，我不一定袂说着。大家边啊乌白肿，乌白害乌白肿啊哩啊，规内底就是拢规暗蒙沙拢无血。
入去迄间菜堂内底，啊，拢空无一物啦，咱讲个空无一物，啊，独独一块神明石桌伫咱内底，拢放一挂迄落畚箕啦，啊，乌龙药迄落药汤、迄落药水、药汤啊啦，猪头啦，啊，拢做实个，只啊临时拢放一啊，里面就无火啦，安尼。一暗一顶轿，含一顶四轮轿，利用庙四轮轿，为着这间菜堂，一暗菜七个鸡啦。这个七个鸡嘛，唔知唔知啥代志，叫菜起来了。咱一外旁观者所看物件，就是为着这间菜堂内底，这块石桌内底，偌济无形的占起内底威望啦。内底就是规个拢无形的拢密林内底，尤其是因内底有一块讲台，拢直接立一块讲台了。米家神王爷起来讲，叫阮要紧，你举讲台要讲，要敲一块，我讲来去听好无？要敲迄块讲台，迄当由我去从大腿当来垫的。讲破了头签甲迄落王老师都指明你啊，有可乐啦，所以差人来拜年尔啦，所以伊内底是无米啊，所以占即个卡就是要后壁伊的成长，所以神王爷一家家收好。为着这个物件，大嘛唔知讲啊，一间古厝内底加一个石桌尔尔，是安尼舞龙啊尔济。啊舞龙啊济时阵，啊嘛大家拢无火也无看到啥，是安向阳神王爷安尼手举个顶悬，中进个内底，无人知影啥物件啦。迄暗嘛无人夜灯啊火照到顶悬面啦，三个人小塔底落安白，我因这个利用了范将军。哦，安尼塔三个，我起来跳落来，一场暗雾啦。先我甲将这代志跳落来了，靠家内底总处理完毕。伊菜场是舞足久啊，舞啊，毋啊是还十一点外去舞，舞啊毋啊几点啊转来庙里，然后食卤蛋啦，食只鱼安尼啊。尾下若到透早还好四五点，啊结束啊安尼啊。哎，阮遮是阿邓伊关系，我大邓关系。分两批啊！哦，这块石墩也无讲破，后壁面它就是有取有，就是占着有用，哦，用起来就会慢慢成长。要行好行歹，无人知啦。哦，啊，即摆就是神王爷有去啊，哦，把它镇住，安尼甲伊摆平。